当然每一次有人表现很喜欢自己的时候都会很开心的。对啊，今天会为现场的大家表演两首歌，就是轻松的跟深情的歌曲。其实我自己很喜欢参加跟时尚有关的活动，那我觉得我自己非常喜欢时尚的感觉。那如果在时尚的一个所谓的范围里面，然后有一些该获奖的人，那也要想要看一下大家的成就在时尚里面的贡献，我觉得是很有趣的。